我以召集人身份大概报告一下。第一，这个0602赈灾款244所学校召集行稳安小组，就是讲按100年1月到105年5月，这24间3高栋全部要甲教育部申请经费。第二，咱这个教育局甲中央特经费66间，中央补贴咱1,8973,000元，交伊提供咱资料，会再提供多有3间重复尔，伊24间内底有3间重复，简单讲21间拢无报教育局，教育部申请，所以我希望咱教育局长爱说明清楚，是安怎这24间，伊交地动有没有关联性？有没有立即像市长讲有危险性？无马上用善款来处理，未使，因为这个小组是善款监督小组，我们有义务。像我拄仔甲大家讲过，我阁重复一解：100年赖清德就任到5月，这24间从来没有跟教育部申请补助。第二，咱这届有申请补助66间，伊补贴咱1,800,000，干那3间。啊！我做主席，你我讲了嘛？我做主席，我甲伊监督小组的主席，我有义务跟大家报告。以后叫小组你坐下来。我主席，我监督小组主席，我有义务跟各位报告，你坐下来。你别哭啊，我们其他的哭完的嘛。你我讲了你嘛，你嫌乱，你是惊啥啦？你坐下来，你坐下来让我讲完嘛。唐议员，你这位立委，我敢我这小组这规日大会授权我当主席，我收集资料报给大家听，不行吗？你我讲了，你敢讲嘛，好不好？你是安怎？我做主席，我甲我大会授权我做主席，我甲这规日收集资料，你教育局还没报告前送给大家听，不行吗？我要求他说明，不行吗？啊！你没话讲了嘞！我叫他报告给大家听，安尼比赛。好，你坐下来，坐下来。大会授权我做主席，我袂当讲话。唐议员，唐立伟。大会授权我做主席，我甲收集资料，讲我大家听，叫教育局讲清楚，不行。几位，来，请唐演出去，请唐演出去。几位，请唐演出去。几位，几位。警卫，请唐演出去。我们给报告，我们去执行。唐立伟，咱伟大的民进党唐立伟，我只是将争议点告诉大家，请他报告。警卫，请他出去。请问，请他出去。我议员，我这主席大会授权，我叫召集报告，阿比公掉你不要话讲。我哪里没有主席？我哪里有问题？我要报告你们，请他这几点说明，阿你比赛吗？我哪里有执行？我哪里有执行？我请他讲这几点以后报告给大家听，根据哪一条议事规则？你讲我听。
我哪里执行？好，警卫，你坐下来。唐立伟，互相尊重了，好不好？好。我再重复一次，根据教育局的公文显示，这二十四间三高等的善款，自2010年1月到2005年5月，没有跟教育部申请老旧校舍改建的记录。第二个，教育局这次发文教育部申请善款，教育部和事业要核准下来的经费，总共1亿8297万3000元。刚刚三间五交，这改24间善款有关联，我们请教育局明确的说明，为什么提出善款申请的原因？我请教育局来说明。我哪里执行？好，不要耽误大家时间，不要浪费大家时间。唐议员，好，洪言，我第二次再跟唐议员提示。给我声音，给我声音。那个主席，哎，请王议员、唐议员先暂停好不好？请王议员跟唐议员暂歇一下。主席，我给你一个啦。我用第二次再，请要尊重主席的意见。好，洪言。主席啦，我讲啊，这个代志是因为迄一天我做主席，贾良家议员质询的时阵，要求市政府在一个月内针对2206善款的使用来议会做报告。那刚好虽然已经超过一个月，但是因为我们把它排入临时会的议程，所以为了议事的和谐，我建议我家己推荐我来做主席，你两个下底坐，安尼好唔好啦？哦，因为迄一天嘛是我做主席的啦。好好，天哪、啊！唐立伟，咱老丈囡仔咧看啦吼。好啦，安尼较和谐啦。咱老丈囡仔咧参观啦吼。好，我们就那这样好不好？唐演，我建议我到下面来做了哈，有洪用上来做，这样好不好？好。好，大家有没有意见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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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。好，没关系的。好。那继续我们的议程，请教育局长报告。好，主席还有我们在场的议员先进哈，以及我们今天。